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那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基础啊！有几个众生能体会、能懂得？众生虽然不能体会，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毁谤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这是了不起啊！还是一样的爱护啊！还是一样啊，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来诱导众生啊，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刚强难化。邪见、邪行，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啊！我们凡夫眼睛的啊，用尽心思啊。这种恩德无与伦比啊，无论是在道理上，在方法上，在境界上，都是极其善巧方便。我们展开经卷，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啊！这部经上显示出地藏菩萨文殊普贤观音皆是真善之士，特别是在这一会教导祖学，给我们说这些最苦之事啊，果报的状况啊，目的是叫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善因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你就能看出来啊，果报原来就在眼前呢。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所熟悉的人，太明显了，
而且非常快速。年年都在那里变化，都在那里转变。这个转变你细观察，原来就是因果。种善因的人，心善行善，他年年还都不错。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心恶行恶，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看比从前看那个速度快多了。以前报的没这么快呀。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甚至于你要有能力有智慧观察，月月不一样。报得太快了。只有明白因果这个道理与事实，才可以进入佛法。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才能够接受，才能够依教奉行。终极的目的在此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呢。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的，没有这个念头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大言：仁者，我今称佛为神，借大势之力，六舍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还要骂别人，这是我的不是他的，这个有罪过。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法会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佛是什么人呢？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个个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了不起啊！他是不愿意成佛，要成佛是太简单了，应当早就成佛了。他对了，他这个应了他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的？没有啊。地狱还有人，他就发心，他不做佛，他要做菩萨，就帮助地狱众生。你看看这什么身份，你看他说的话多谦虚多客气。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啊。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复啊，我今成佛为神。
承蒙佛的加持，不但承蒙佛的加持，还承蒙你的加持，普贤菩萨吗？以大势之力，这个大势指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的智慧道力也不可思议啊！诸佛加持，普贤菩萨加持，六舍地狱名号，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我们要谦虚啊！现在人呢，真是好高骛远的，一切都讲创造创新给诸位说，事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没有创新孔老夫子他说，他一生的讲学述而不作，他自己没有创作，所说的呢古圣先贤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自己没有创新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是自己没有做这个创说，都是叙述古佛的。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所说的古佛的嘛，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嘛。孔老夫子述而不足，释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足我们后人了不起，后人有创作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呢，用别人的嘛，不是自己的吧？他怎么可以有版权呢？现在人了不起，自己的创作版权所有。我们应当要学习实实在在啊。世尊孔老夫子这个学习的态度正确的这个是与心性相应的，与性德相应所以他们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轻慢哪里又是自己觉得高贵自大瞧不起别人我们在夫子一生这个行仪当中没有看到那佛就更不必说了这个功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个佛法呢一分都入不进去，障碍嘛，自己障碍自己嘛贪嗔痴慢疑后面是卧见，卧见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合起来叫卧见。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弃入
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不晓得。这六种障碍有一个，你就不能见到。不要说正道了，见都见不到啊。六种障碍去掉了，你才见到位呀。所以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这六个障碍你不断怎么行呢？真断了。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六种啊那就失掉了。这六种就是身心世界，不放下不行啊，一定要放下啊。再看底下经文，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皓月帖为其山黑水无日月光。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眼光去考证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科学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啊。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谁知道呢？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这就是真的，靠不住。你亲眼所见，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啊。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亲眼所见啊。这个讲堂里的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呢？没见到啊。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呢？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了。我们知道啊，这个眼见是靠光明啊，光啊，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啊。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啊。而光的波不一样啊。我们所见的这个非常狭窄的这一段光波我们的频道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你看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眼见色，耳闻声，都是这个状况，这是给你讲真相啊！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用科技的仪器，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这个大家最熟悉的，
啊，紫外光我们看不到，啊 ，X 光我们看不到，啊，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啊，科学家知道，啊，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光波同时存在啊。你要全都看到了啊，哦，这个道场又不一样了。啊，这个道场多大呢？我们这个房间多大呢？净虚空变化界，这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净虚空变化界？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啊，这些柱子墙是透明的，没有障碍啊。啊，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啊，看看左右，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都在眼前呢。啊，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了。这是给你讲真话了，讲实话了。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啊！啊，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啊，科技说实在话，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啊。啊，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啊，大多数这个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啊，阎浮提东方有山呢，有铁围山，啊，我们肉眼见不到，啊，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啊，所以有人，啊，我在台湾有人来问我，啊，现在那个核子潜艇已经到这个海底面去了，没有发现龙宫啊，这是到底龙宫有没有啊？啊，龙宫在海底，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啊，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也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呢？有，有人看不见的，啊，凡圣同居土啊，这些事情实在说对佛法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法照法师在唐朝时候，啊，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这他亲身经历的，我们相信他不是大妄语啊。啊，见到文殊普贤在讲经说法了，听众一万多人。啊，他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啊，末法时期众生呢根性劣，应当学什么法门好？啊，文殊菩萨劝他修念佛法门。啊，这个说怎么念法，还教了他几声。啊，叫五会念佛法门呢，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的。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一路走一路做记号，
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文殊菩萨道场清净庄严啊，他有缘呢，他捡到了。你们读三昧水忏，悟达过师见到迦诺迦尊的道场在四川，也在荒山当中啊。那科学仪器怎么侦测？他到那个地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不住，亲耳听的靠不住。这个环境很复杂了，你到底能见到多少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啊。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直接，哪里晓得是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有道理啊，阿罗汉怎么？阿罗汉通了，这障碍没有了，阿罗汉证得漏尽土啊，所以他六根接触六这个外面这个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突破了一切光波、声波、磁波的界限，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见思烦恼舍掉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我见。我见是无力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断尽了，所以它的障碍没有了，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你就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迷信啊！你说它不合科学啊，那么这个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造谤法之罪。利益没有得到啊，祸害来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呢，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交代明白。我前一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月的月初啊，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庆祝香港回归周年啊，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义》啊。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过去是从事影剧界的啊，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真的啊，真人真事。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做，夜晚
在野外拍外景啊，所以这样真有鬼呀！啊，野外在下坟地呀！啊，他有一个同事啊，晚上拍外景呢，晚上很晚了啊，也是糊里糊涂啊，这个开车。这个走的时候，哎，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他心里想的时候，这条街从来我都没走过，啊，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市？啊，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的时候，人很多，他也就下了车，哎，去参观一下，啊，去玩玩。看到了卖吃的东西，正好了，他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嘛，啊，就到那个小吃店里去吃面。啊，那么吃了以后也就困了，啊，这就开车回去了。回去之后感觉到一身都不舒服，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到第二天早晨再的开车到原路就看了坟地，才晓得什么遇到鬼呀，那鬼的街道啊，那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吐的都是那些蚯蚓泥巴草一类的，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到以后这个神志不正常，工作就停了两三年都不能工作，人瘦得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啊，这他们同事啊，隐居界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亲身遇到的。啊，所以这个界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啊。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鬼也有都市，我们看不到啊，跟我们重叠在一起啊，两个不同的频道啊，两种不同的这个波度啊，重叠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能做得了主呢？你亲身经历，你要提高警觉啊，你要明了啊。空老夫子教给我们，敬鬼神而言之，啊，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尊重，要尊敬啊。语言是什么意思？语言是不跟他学习。就跟普贤十愿的离境祝福是同样的道理。夫子对于这鬼神，对于邪门外道，恭敬心没有减少。真的是离境祝福，夫子做到了。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对待鬼神
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鬼神能够安稳，对于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 安稳，他们一作乱，影响我们的社会。许许多多这些灾变呢，无缘无故的发生呢，我们说无缘无故，鬼神在作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佛家出家人住在这个山里面，想盖一个小茅棚啊，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啊，要去砍树啊。佛说了，树木有一个人高，这个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啊。树神是什么呢？鬼神依附这个树而住，他没地方住啊，他依这个地方呢遮蔽风雨来住啊。这个鬼神依附在这个树木上，那就称得做树神啊。那我们要砍这个树，换一句话说，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他甘不甘心？他要是不甘心，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茬，就要来报复，就来找你麻烦。你住的这个房子，你住的就不安心啊。如果你的福报大，他无可奈何，不敢侵犯你。等到你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他很有耐心的等待啊。你走运的时候不惹你，你福报大惹不起，等到你的运衰掉的时候呢，找麻烦了。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砍这个树，三天之前呢去祭祀啊，去诵经呢、告诉他了，我没有不逼不得已，我也要住啊，你可以另外搬家了。劝他搬家了不可以说看中的你就想砍，不可以啊。三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连这些地方小节都这么重视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很多从前埋这个坟地这些山坡你看现在把那个坟地随便就搬走，把那地方夺过来盖大楼，人住在这个里面，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到那个福报尽的时候，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了，让你这个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你的社会动乱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他也会报复，也搞得你不安稳。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设法界是一体，不能不知道啊。世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呢，佛法讲无啊，无就是天地鬼神通通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你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
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吧。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那个动物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它怎么会愿意人去吃它呢？我们杀它吃它，它是不是很欢喜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这个吃众生肉啊，这种怨恨啊，对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所以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生生世世都互相吞啖，没完没了。我们得的这个身，这个身是业报身，没有法子。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要维持这个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那么在饮食呢，既然是不得已了，你一定要懂得少给众生结怨，少造业。那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我们吃动物错了，吃植物也错了。但是这个里面两下做一个比较，这个动物情实比这个植物要来得明显啊。换一句话说，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不伤害它。这个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的很多嘛，不得已而吃它了。所以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真正显示出慈悲也，有路可以走，为什么不走路？为什么要踏草？除非这里没有路，一定要从这边通过，那这也是不得已，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可以原谅的。如果有路，你一定要绕着路走，你不可以踏草。所以要爱护生命，植物也要爱护。要有一颗爱心呢，对人对事对物，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吃的时候是不得已，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存无关，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
我们每一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报恩啊。你看这种这个心多诚挚啊，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你就天天造罪业。你明白这个道理，常作如是观的，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它有功德，它真正来供养你，你有回报给它了。那有回报就不是夺取。给他不结冤仇啊，给他结恩德。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阿鼻。那么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的，报告出来，有，确确实实有啊，不是没有啊。恶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里面没有日月光，正是像前面所说的，他们居住在昏暗之处，这恶鬼道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头所说的，聊斋志异所说的，坚一志里面所讲的，该诸位说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学佛这么多年，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真的不是假的，这亲眼见到的，还很多人见到的，我见到的狐狸精啊，是个男的，不是女的，是个男生，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抗战期间，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清楚的面目，没看到过，这个面目很模糊。狐狸要变成人呢，五百年呢，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还差一点，是一个人的形状，面目不十分清楚。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了，我就很想打他。我母亲制止，千万不能惹，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
我是被我母亲制止住，我很想打他，那个狐狸呢就住在我们的楼上，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民房，我们住他就在楼上，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上去过，所以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都知道。有人看见很早晨的时候，狐狸在屋顶上晒太阳。那么大家住的也相安无私，他也不扰乱别人，人也不敢去碰他。我们那个时候小，胆子也很大了，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可是大人不准，那个楼梯都没有了，这真的了，不是假的，真的变成人形啊，有的是出了散步啊，看到啊，所以这事件我就非常相信。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写的这些鬼狐狸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造谣言。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我们家乡呢是出米，而那个米呢，大多数从芜湖出口。都运到芜湖里面去卖，那是个市场。我有一个亲戚，他这个那年收成不错，装了小船、帆船，这个风船的一船米，那是用那个麻袋呀、麻包一包一包的包到去，运到南京去卖。那么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从跳板上船了，就看到之后啊，就许多人到船上去找，找的时候找不到，确实没有，大概是看的人和眼看花了，所以这一团米啊就运到南京了。到南京之后啊，这一团米没有了。那个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样子，里头一粒米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晓得了，不是眼睛看错，大概是那个东西作怪了。他们看到是黄鼠狼的时候，大概是他作怪，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一团米被他搬走了。这个我那个亲戚是个远亲，姓陈。这无可奈何，没法子，南京住了几天才回家了。回家之后啊，他又迷在他仓库里没动，这开这么一个玩笑，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的不晓得。这大概是得罪他还得罪不大，惩罚你一次，你跟你开个玩笑，真的不是假的。天地鬼神这些事情我们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渔江县了，50年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真的是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在天威山下，我们没有法子证实，我们也看不到，确实有。你造这个业，这个境界就现前，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间阿鼻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
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也有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报之处。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上呢，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了是一个，啊，这个无间跟阿鼻是一个，可是本经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呢是两个。你看呢，犹大地狱号无，号即无间，又有地狱名大悲，这两个嘛，啊，所以是一种是两种啊，这个都由经典做依据啊，所以古今这些祖师大德们啊都没有办法肯定啊说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那我们读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说法，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两个来看。两个大概里面的这个受报啊都是非常严重，啊，极其苦毒。这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说完，啊，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我明天接着再讲。